Hello， 我是小西，今天玩一下樱花小魔棋。今天小西呢来到了这个采石场，本来说来采石场采蘑菇的，结果却发现了一群奥特曼在这里跳舞呢。天哪，他们是干嘛？走，去会一会他们。我就不信了，给他们施展一个药水。OK， 漂亮。哇哦，怎么这么妖娆啊？太棒了，他们不会打我吧？我让他们跳舞，他们不会打我吧？好了，他们跳得挺嗨的。接下来我们去打他一下会怎么样？算了算了，我觉得惹不起。他们说嘎嘎嘎，这是跳鸭舞吗？都叫嘎嘎嘎，他们都是谢客。这个黑色的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去，黑色的好像是谢客。别打我。哦，好了，不理他们了。我没挑起战争，他们就自动打我的，太过分了吧！我没有打他们了，不过就让他们跳起舞嘛，是吧？好吧，我们赶紧逃吧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玩到这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